哦，这边重点是丢什么慢铁吗？快铁。哦，快铁啊。哦。哇，岸抛感觉这么不一样。说来就来。有这么猛啊？你是不是线没太松啊？为什么一直没有啦？不松。那为什么一直有那个很像出现的声音？就加持啊！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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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。哎，这个好像赛车这样差不多。哇，他缠到了。没有啊，还带把。主线哦，还带把。好，有带人木线。要带把。我的线。好。好，现在大家进入战斗状态，不是我们哦，是大家。战斗状态。刚刚的时候，其实好像差不多六七点一准时到的时候，就啾啾啾啾啾啾啾，全部都流星雨出去。来，大家靠过。对，他们好准，就是他们都真的就是说来就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吧。对啊，不要打扰到别人。小朋友的可龙龙爷，你要慢铁吗？还是慢铁给我？你拿这用啊？干低铁啊，你就管。我这次还可以用。好。挂满的不在，我拦机啊。没有那要。就我等谢谢。哇，比你那个粗啊你。跟。今天要挑战的是粗度，不是数量。我在大太阳。来爬高啊！真假？对啊。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那个铁板杆丢大天涯看看。你知道你落点在哪吗？我知道，我在正前方，十五尺。好，水深。水深吗？现在进入了一米、两米、三米、四米、五米、六米、七米。你刚才都已经落九米，我们现在才开始一米开始算。我压着线啊。还蛮神奇，为什么白带会靠这种事？嗯，我也是。白带在哪里不靠？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有中鱼了，中鱼了。啊，这只杆子要是拉到四级以上了，不知道会弯成什么样子。好的。我们最近是不是在？小小。白带爸，白带爸，白带爸，白带爸。这声音怎么听？那我低了。再让我冰箱放后面一点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样，因为如果我再放鱼的话，它要丢。哦，好啊。秋刀鱼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就到我正前面了。对，亮亮的，慢慢看有没有沉到。傻眼。我不敢抽，完完全全不敢抽下去。顺手。你动看看有没有在动。没有，没动。应该已经沉下去了。有，可以的，有，沉到了。我来把它解一解吧。这里，啊。那过了哦，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穿过去。来，谢谢哦。好，谢谢。还有，还没有。过来，可以的。好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我收回来给龙野抛。大爽登场。我收回来给龙野。感觉如何丢这个？没感觉。我不知道。干嘛语塞？没感觉呗。因为。白带咬这么有感觉，由下往上冲上来，所以我是想用慢点的方式去拉。对，然后侧抽
他们说车车会咬，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比较想要呼呼看嘛，呼呼。现在那个，因为这边目前呢是战斗营区，那我们这边想法是，这边站一个人就好，所以换龙眼，佛系钓法。是说钓鱼怎样钓都好，不错，大家都时常一起来玩。那就是，但是我就怕弄到别人而已啦。刚查米有钓到啊？哎，有啦，前面有，那就好啦，一人一只就够了。好，好，直接完成。那我们东西有咬吗？今天的话。战斗龙眼，你觉得坐下来吧？你觉得战斗如何？这个体验 ，OK？ 你坐了一下，我整个人剩这样子的空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就整个战斗的体验，我们都有起啦，所以也算是体验过就好了。体验过，对啊，今天不一定要钓钩，对，然后想要试看看岸抛会不会跟船钓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，感觉起来差不多呢。对，这是让我蛮意外的。而且这边的人，老实讲，我个人觉得都是蛮友善的啦。个人觉得蛮友善的啦。我不知道其他的状况是如何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钓鱼友谊的开始。虽然不认识彼此，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，这么多人都是同一种钓组，然后都把水面弄得那个亮亮的。然后我们比起我们第一次来白灯晚上的时候，这个人，对啊，至少多了十倍以上吧。以上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。白灯马拉松我觉得是算还不错，嗯，对。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玩，不过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。对，很可惜的是在这边钓鱼还是回退到一个初衷最好，开心最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对啊，对啊。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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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